之前还以为再也回不来了，今天走进家门呐，真是好不可是。张院士，这话可不能开玩笑啊！怎么是玩笑呢？有容之言。坐。爷爷，你看家里是不是特别干净？现在心情是不是都变好了？当然好了，有你们俩在啊，爷爷心情就好。啊，爷爷，你饿不？我做饭给你吃。 好啊，等着，今天晚上有好多好吃的。我来帮你吧。那你帮我把这面洗好的菜切一下。好。我来帮你吧。没事，其实我自己可以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谢谢。